也是一种体感。啊，你看他现在肩在那边，手指头朝那边去就歪了，表示说这条线还没拉成习惯，听不懂？你那个肩在这边，这个一根，这个手指肩要在这里，跟他去感觉他们之间的一条线，所以这个手指肩尽量往后去，去跟他合，跟他合住，听不懂？哎，这样你习惯一出来，前后就是一个力量，啊。